你可不可以回家再写？等我一下，我快要好了。我就快要好了，你让我压力很大哎。起来啦！就是有一些不会。对。那就回家再写好吗？那我写别的。你可不可以回家再写？等我一下，我快要好了。我就快要好了。你让我压力很大哎，你要多写功课。起来啦！我拜托你，我求求你，请你写。等一下再写，回家再写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你写随便你，等挡到人家，你就要离开哦。好，我快好了，我很快，好吗？会不会？我等你们写展览的展。你都不会写，在那边写什么？我需要查字典呐、啊，你是不是都不会？不会，就是有一些不会。对，那就回家再想好吗？那我写别的。